恭请侯爷回府。本侯终于到家了。这一路奔波确实有些劳累。见过夫君。见过侯爷。见过父亲大人。都起来吧。这就是对我不闻不问的父亲虎啸侯吗？赵臣，我绝不允许你威胁到我儿的地位。这不是洛尘殿的唐若金唐管事吗？你为何会在这里？回侯爷，我现在只是赵臣公子身边的药童。什么？我的女神成了别人的药童？开什么玩笑？她凭什么呀？可恶，这唐若心本是我物色的儿媳，竟然被赵臣抢了先。妙啊妙啊，没想到陈儿居然还会炼丹，加上先天神脉，我赵家崛起指日可待了。启禀侯爷，我有要事禀报。赵臣他大逆不道，竟敢。赵岩和王氏多次暗害我，已经被我诛杀。什么？天哪，成儿怎么会？岂有此理！此人心性歹毒，就算天赋再佳，也终是祸害。以下犯上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论罪当诛。看他这副模样，似乎没有任何悔过之心。残害兄弟，杀害长辈，论罪当诛，请侯爷下令。上次神脉祭祀得罪了赵臣，这次正好将其扼杀。好机会！来人，将赵臣这个魔头打入死牢。是。不，臣儿是有苦衷的，你们不能这样。娘亲放心，今天谁也动不了我。住手！赵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若无原因，我便亲手诛杀你。我杀人确有理由，但何须向你解释？赵臣竟然敢顶撞侯爷，他死定了。赵臣狂妄过头了。赵臣，若不说，我便当你认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赵岩是与陈二生死战服用狂血丹，才被失手打死的。至于王氏，他是……启禀侯爷，王氏派人暗杀三公子，并以三夫人为要挟，这才被打死的，属下可为担保。原来如此，这么说来，赵臣并不是杀呀。这王氏和赵岩好生歹毒，赵臣罪不至死啊。当真的如此，赵臣你为何不说呢？我杀该杀之人，何须多说？为了不让娘亲伤心，我还是先不顶撞吧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虎啸侯的儿子。赵岩那个混账，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。侯爷，可是赵臣……此事就这么算了，勿要多说。这个老爹，似乎还可以啊。太好了，可恶，居然让赵臣躲过去了。来日方长，赵臣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赵臣小儿，给我出来。赵臣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侯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，王家家主和林家家主带着族内高手过来了。交出贼子赵臣，否则今日血洗赵家。今天我们就来讨个公道。王莹、林峰，尔等带人堵在我府门口，想要作甚？哼，赵臣杀了我妹妹，今天我等是来讨个说法的。没错，赵臣居然敢废了我儿，若不交出他来，今日我们便踏平赵府。天哪，王家和林家居然联手了。若是不将赵臣交出去，王侯府这次在劫难逃啊。这赵臣真是灾星啊，有他的地方就不平静。每周一三更新。
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无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被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几个人都要我逃啊！我们死定了！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将王成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亮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天哪，你让他九层亮去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欲要证明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